啱啊？我如果揼佢，我要俾人拉啊，坐監嘅，係咪先？而家個議事規則，我違反咗你趕咗我出去門口嘅，我唔可以逗留喺入邊。你剝奪咗我即係一個鐘頭做立法會議員嘅權利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喂，大哥，可唔可以告你呢個拋垃圾？唔得，我嗰唔係公眾地方。唔係佢而家搞我乜嘢都冇所謂，全部都係政治噶啦嘛。啊，係咪啊？我係歡迎噶嘛，即係等於行政長官佢喺嗰個 news line 度講，佢話呢啲成日喺佢面前收停嘅人，佢好難同佢溝通嘅，你明唔明？咁我話我歡迎佢唔同我溝通咯，係嘛？但係問題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，你講呢啲説話，你咪又露出馬腳啊？即係話唔啱聽嗰啲，係嘛？你就唔同佢溝通啦嘛，啱唔啱？你咪豬咁蠢啊？呢個曾蔭權，即係呢啲即係拎翻屋企喂豬好過啦，呢啲人係嘛？有咩用啊？喂！你唔啱聽，你都聽啦。嗱，喂，外國嘅啲議會啲反對派，即係做埋嗰啲嘢，令到個執政當局非常之反感嘅。咁你唔同佢見面啊？係嘛？全部都一樣，包括公民黨都係嘅，係咪？戰都無論。喂，明明大家協調好，中大校董係我做嘅，大佬。你投票嘅時候舉隔離嗰個啊，跟住你俾啲記者問佢，佢話：哎呀，我唔記得，我唔知道喎。咁唔係跟住阿吳凱兒就話：我自由投票，你吹啊，咁都得嘅。你可以唔遵守個協定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明唔明啊？那個是大家的協定來的嘛，大佬，因為你抽籤輸了給我嘛，你余若薇你又要做中大校董，我又做中大校董代表泛民這邊，你抽籤輸了，你不是怨自己不夠運嗎，大佬，抽籤輸了，那你要全部投我票的嘛，泛民的嘛，連建制派都要投我票，你知不知道？因為大家協調好三個位的嘛，那兩個契弟就去投梁家樓票，無端端臨時有人違反協議嘛，那邊那班建制派有些不順氣，找個舉多個，那就四個就選三個咯，是吧？那你泛民你公民黨要遵守個協定啊，不是，這些是什麼人來的？你搞什麼政治啊？這些人露出馬腳，來又被我抓住痛腳，這鑊我又抓住了，下坡我就抓出來跟你講數，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說是泛民同一陣營啊？你現在賣我，大佬，你公然在那些建制派面前告訴人家，我就是不投給黃民，咁嗰個係協定嚟嘅喎，喂，你嗰啲做委員會主席嗰啲，我可以唔投你嘅一樣，我可以同你爭嘅喎，大佬，大家夾好嘅喎，啱唔啱先？哇，咁都得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你睇到呢班人嗰個水平之低嘅，你咪睇到咯。即係我真係唔係牙刷，即係無敵最寂寞，撞到呢班咁嘅垃圾，隨便啊，揞住半邊嘴又贏你，單手都打贏你啊！我話俾你聽啊，呢班好簡單啊，我掟一隻招啫。只在 Wise News 啊，我見報率是全香港之冠啊！我告訴你，你跟我玩，你們真的未夠份量。昨天陳老太整段在越洋整個新聞稿，阿叔即刻整一篇等於他一倍的字的，鬧到他撲街啊！我告訴你，說他恬不知恥啊，可有愧恥之心啊，對不對？你看回我那篇文章，上網即跌落地下哐哐聲的那篇文章，你猜他那邊啊？我呼籲這個立法會主席和所有不同黨派的議員拒絕這種行為，維護這個立法會尊嚴和權威。立法會有什麼尊嚴和權威啊？是吧？我就寫了，你陳老太為專權政治服務，回歸前後，是吧？回歸前就幫殖民地算專政權，回歸後就幫這個特區專權政治，不過你在政治鬥爭裡面落敗，跟著忽然民主蠱惑港人，路人皆見，是吧？講嘢，你翻屋企瞓覺啦！再鬥都未驚你啦，大家鬥寫，我都話噶啦，你實死噶喎！你整一篇嘢搞我啊嘛，我就實百倍還報，即係回報喎！你《蘋果日報》咁撲街唔登我篇聲明啊嘛，第二啲報紙登啊嘛，係咪？《明報》咁撲街啊，都兩篇對照啦，係咪？《經濟日報》係咪？《信報》大大段啦，《東方太陽》，你估你《蘋果》唔登就得啊？啱唔啱啊？淨係登阿陳老太嗰段就得噶啦，啱唔啱啊？你照下塊鏡啦，啱唔啱啊？同我嘈，你真係發夢都冇咁早啦！真係，以你哋呢班咁嘅公民黨、功能黨呢啲咁嘅水平，淨係識喊抌地、掠地，係嘛？喊，日日喺度喊，鬧我啊，攻擊我啊，你喺度分我票啊，撲街冇咁早啦！真係，係嘛？咩人嚟㗎呢啲？係咪先？垃圾到不得了，唔遵守呢個泛民嘅協定，係咪先？賣我豬仔，明賣都夠膽喎，暗你賣幾多啊？你話？明你都夠膽死個眾目睽睽之下，夠膽舉手舉嗰邊都夠膽嘅喎，因為咪正撲街嚟嘅呢啲，包括吳凱兒在內，仲話我吹啊，我中意自由投票，得下鋪咧我就同你計㗎啦。我今日同阿興姐講，興姐都馬喺度擰頭，喂你係召集人啊，你最清楚㗎啦嘛，係咪先？違反呢個協定係嘛？臨場就出賣同志，
如果你講同一陣營，成日話我攻擊自己人，你班唔家產，夠膽投票出賣同志，你都夠膽啦，係咪先？赤裸裸，咁你有咩資格批評我喺選舉裏邊攻擊自己嘅盟友啊？翻屋企瞓覺啦，你係咪？跟住叫阿陳老太發篇咁嘅聲明喺英國，死去英國你英國啦，發篇咁嘅新聞稿喐我係咪？跟住啲理由又渣個人，我驚你，你唔好當我而家做咗議員，我唔敢喺電台度講粗口鬧人啊，一樣嘅啫，對黃毓民嚟講冇分別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你唔好搞錯曬啊！唔好以為我真係自己覺得自己，你話我尊貴嘅，我唔覺得我自己尊貴嘅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咪先？你再嚟啊，係嘛？我喺議會裏邊同你辯論又得，隨便你想寫文章又得，我今日寫咗篇文叫《狗改不了吃屎》，就係講你陳方安生嘅，聽日見報嗱，話俾你聽預告，叫《狗改不了吃屎》，係嘛？狗始終係要食屎就係要食屎噶啦，咩狗都好，我話俾你聽，即係好簡單啫嘛。你而家一派嗰啲權者口吻嚟教訓我嘅喎，係嘛？咩維護立法會嘅尊嚴同權威，話我哋不守制度，一早話俾你聽我不守制度噶嘛。老尾真係神早同你講噶啦，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？係嘛？讓曾蔭權噩夢成真，呢全部係我哋選舉嘅口號嚟噶嘛。投票俾我嗰啲人好清楚，我冇坤佢噶嘛，大佬。唔係好似你哋啲冚家產，又坤佢，坤咗啲選票，跟住變咗第二個樣啊嘛，係嘛？我冇坤你噶嘛，我係嘛？我好老實話俾你聽，你選我，我就入去搞事噶啦，好清楚噶嘛，係嘛？選我嘅人好明白噶嘛，令到我選民困惑，你係我選民咩？你陳方安生係我選民咩？你點知我啲選民困惑啊？你做個民意調查係嘛？所以真係火都嚟埋，係咪？我去聽下一位聽眾嘅電話。應該是楊生的電話。楊生你好，楊生你好，楊生你好，楊生電話頂緊啦。嗱，咁啊，即係跟住而家撳緊啦。咁鬱敏，其實你睇到嗰個陳生嘅聲明之後，你第一個反應？唔係，其實佢哋而家想搞個 campaign 嘅，好明顯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佢哋而家想搞運動嚟喐我哋嘅，佢要睇下，即係頭嗰兩日就都喺度係喺度睇下嗰、那個，即係睇下啲人嘅反應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而家係想搞個 campaign 嚟搞我哋嘅，係咪？你泛民又唔敢即係出面，咪揾阿陳老太出手咯。諗住佢仲有江湖地位，其實佢冇嘅。而家話俾你聽，老老實實係嘛？即使今日佢即係琴日發嗰篇新聞稿，都有我篇抵消咗佢啦，啱唔啱啊？即係好在我哋快手啫。如果唔係，我琴日唔發個聲明，咁啊今日啲報紙咪淨係講佢鬧我咯，係咪咁講啊？係咪先？即係我哋呢啲，喂，我哋善鬥嘅，我真係歡迎啊！你中意同我鬥，我好有快感嘅。我最怕你對我好啊！我告訴你，我最怕人家對我好，我不怕人家對我不好的。我告訴你，你不對我不好，我有辦法去對付你嘛，大佬。你對我好，我真的感激流涕，你明白嗎？好像欠了你一樣的，所以我最怕人家對我好的，千萬不要對我好，你對我不好就最好的了。我告訴你，陳生電話。陳生你好。是。請講。是，請講吧。是，你好。是。飛蕉都喺度鬼殺咁嘈啦，仲飛之不落佢塊面度。你而家差佬都話想查我啦，睇下咪要傷恐嚇特首啊，都夠膽做啊，搞白色恐怖添啊想。我話俾你，而家喺度試探緊啊，係嘛？啲差人啊，有冇好笑啊？咪好啦，咪大家嚟玩咯，我最高興啊，大佬，係嘛？